所以呢，我们在前面呢做了四项定理啊，就是利用我们的三点一来做。我们还有两项，哦，是这两项。那个证明呢，事实上都是类似的，哦，我就是刚才的一个延续，我就是令 xn 是在随便一个 sequence， 然后 xn 是趋向 x 零，啊 ，xn 趋向 x 零，那我的。原来已经有了，原来已经有，啊，是我的 fxn 呢，啊，是一定趋向 l 啊，这个是已知的一个条款，所以我的 fxn 呢，啊，是趋向 l。那如果 l 是大于零，那这个 fxn 呢，啊，我也可以预期它是一个正数，起码当 n 大的时候啊。那所以我这个 fxn 的根号呢是合法的啊，那它就是会趋向这个根 l 啊，所以这个是已经做完了一这个部分了啊。那 f 那个部分呢也是用 sequence 的，我知道就是我当然知道，就是如果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，我就有fxn 呢，啊，以这个 xn 带进去里边，这个不等式是成立的。那现在呢，在这个命题底下呢，各自都有 limit 啊，我就说这个 l 就要小于 m 啊。那这里呢是我说利用 3.3 comparison theorem for sequences。 那书上呢是有做这个的，原来呢我是没有讲哦。那在这里呢逃不掉了，那就我就补充一下。那边是说什么呢？那边是说，事实上有点像夹击，就有这个味道在里边。就是我现在有两个 sequence， 都是有 limit 的。有两个 sequence AN 跟 BN， 那然后都有 limit 的啊。如果每一个 sequence AN 都小于 BN 的话，则它们的极限呢也是小于等于啊。这个不见得会相等的啊，不见得会绝对不等的。那就是利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sequence 的 comparison theorem， 我们叫比较定理啊。就是意思就是说，这个 limit 呢会保持这个不等号，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。我加这个左边加不等号，右边加不等号，这个不等号左边加 limit， 右边加 limit， 不等号还是对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那个是对的话，那我现在这里也是当你有 xn 趋向 x0， 然后这个的 limit 就是 l，这个的 limit 就一定是 m 啊，这个是已知的。那然后他们会保持这个不等号，这个就是 3.3 所说的啊。所以只要有 3.3 对的话呢，那个东西就没有问题了。那 3.3 也不难看，这个当然是非常直观的哈，就是你有 a 跟 b， a 跟 b， 那 an 呢是受链于 A 的，
BN 是收敛于 B 的，然后每一个 AN 都比 BN 小，那你的 A 跟 B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那这个证明呢是用也是用反证法来看，我假设这个结论不对啊，这个结论不对，就是 A 是比 B 大啊， A 比 B 大，然后你的 AN 最后是要收敛于 A,BN 最后要收敛于 B, 那是不是就一定有一些 N 呢、啊、是违背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不等号，是不是，对不对啊，那就矛盾嘛啊，如果 A 要绝对大于 B 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个现象的啊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想法啊，那我们事实上啊，这些命题你可以猜得出来，但它证明呢有时候要有点巧啊，所以就是大家要学会这种巧的那个就是说要学会这些技巧啊，那就会技巧没有几个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假设不对，假设结论不对 ，A 大于 B 啊，那我当然要用到 limit 跟那个AN 的 limit 跟 BN 的 limit 啊，那我就是希望利用这些 limit 来说明这个 AN 最后很接近 A，BN 最后很接近 B。那既然 A 大于 B， 这个 AN 最后要大于 BN， 起码某一些，那这个就不对了，因为这个是 for all n 的啊，所以当然要用到 limit 啊，很接近 epsilon delta 啊，或者是 delta n 啊，epsilon n 一个好的 epsilon。这个是一个正数，它们差异的一半，相当于就是跟 A 距离一半，相当于就是说我这里呢在中间那个地方，切一刀，我要说，当 n 大的时候 ，an 都是在右方 ，bn 都在左方，那就一定不行嘛，啊，这句话一定不对嘛，做完，啊，那我就是利用这个 epsilon，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由于那个命题，我就对于这个 epsilon 就存在一个 n 大于零。存在一个 n 大于零，那然后我的 n 以后的小 n 呢、啊，那个 a n 跟 a 的距离 ，a n 跟 a 的距离是小于 epsilon 的，然后 b n 的距离。BN 跟 B 的距离也是小于 epsilon 的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两句话相当于就是我的 AN 减 A 是小于 正的二分之 A 减 B。大于负的二分之 A 减 B， 相当于就是二分之 B 减 A， 是这样子。而这个我将 A 移到左边，就表示我的 AN 是大于一 A 移到左边就是 B 加 A 除以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，这条是一条线，二分之 A 加 B 它的平均值 AN。对于所有大的 AN， 它都在右边。
然后这边所有大的边，我说它都要在左边。我将这个不等号给它拆一拆，然后呢，将 b 加过去。我这边不用看它，我就看这个，我就看右边，将这个 b 加进去，就是有这个东西，而就是这个 bn 小于 an， 矛盾。那矛盾在哪里？矛盾就是当初我假设这个 a 大于 b。哦，那这个是书上的定理来的啊。我这里补充一下啊 ，squeeze 定理啊，之前呢我们有数列的 squeeze 定理，现在呢我们有函数的 squeeze 定理。它说什么？就是三个函数。啊，一个比一个大，三个函数，一个比一个大。这个图画当然是非常直观，我就是有一个 x0 啊，有一个 x0， 那我有一个这个是 h， 这个是 g， 我的 f 呢就夹在 g 跟 x 中间。假如我各自呢都有 limit， 而且 limit 都一样，都是 l 的话，则我就保证这个 f 有 limit 等于 l。 那我说这个定理呢，事实上比 comparison 定理呢要来得强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comparison 定理呢，它 an 跟 bn， 或者是你用函数来看，这个 f 跟 g， 我还是要确定它有 limit， 我才有相关的结论啊。这个各自的 limit 要存在，我有这样的结论。但是夹击不是，夹击我这个 f 有没有 limit， 我当初是不知道的，我不需要证，定理告诉我一定有，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所以我特别呢就是写上就是这个 exist 等于 l 啊，那这个是夹击的威力，在数列来说也是，我们的 an 小于等于 bn 小于等于 cn。那 an cn 都有 limit 等于某一个 a， 则这个 limit bn 一定要有，而且就等于 a， 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所以它的这个定理的这个结论是相对这个 comparison 定理呢要来的强多了。那因为你两边都有同样的 limit， 虽然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强的要求。所以有更强的结论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那现在因为我们 sequence 呢已经做完了这个事情啊，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看 sequence 的时候是怎么证的啊。我们没有假设它有 limit， 我们就是当初是讲就是说 cn 跟 l 很接cn 跟好像是 l 了，我们用 l，cn 跟 l 很接近 ，an 跟 l 很接近，所以导致呢 bn 跟 l 也要很接近哦。那所以它就一定有 limit， 而且 limit 就等于 l 啊，是这样子的。那现在因为有 sequence 那个建立起来，你做函数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。我要说这个 limit f(x) 要等于 l 的话，我就是随便一个 sequence， 在这个是一个区间，然后呢，
挖一个洞啊，挖走一个洞啊，一个 X0， 我不希望我讲 limit 的时候呢是不看这个 X0 的那个值的，那我就是我的 xn 要趋向 x0 的话，那因为前面的因为这两个 limit 的关系，我知道就是 gxn 呢也是要趋向 l， hxn 也是要趋向 l 哦，那所以我利用这个 squeeze theorem， 哦，我是有这个 fxn 小于等于 gxn 大于等于这个是 h 来的，大于等于 gxn 小于等于 hxn 哦，然后各自有 limit， 都是 L， 那我的 fxn 这个数列呢就一定有 limit 啊，而且是等于 L 啊，就是我说的一定要存在而且等于 L 啊，这个是 n 趋向无穷的啊，这个是一个数列的看法，所以都好像没证一样，对不对啊，就是很自然的就成立了。有这些呢，我们事实上已经可以做不少事情了。比如说，我们先有这个，这个当然你用 epsilon delta 的语言就不难证出来，哦，我想我不证了，就是你的 delta 就是等于 epsilon， 啊，这个是已知的，所以你利用这个的话呢，就会 imply 我的。比如说任何的多项是 3x 五方再减去 6x 的平方啊， x 趋向 x0 会是怎么样子啊，那我们这些是乘以一个小 k， 这个是前面定理 3.2 所说的啊，这个3就可以拉出来，然后呢就看这个 x 的 limit 啊，那如果每一个 x 都是趋向 x0 的话，那它五方就是五个 x 乘在一起，那当然就是等于它们的 limit 就是 x0 的五方，这边也是，这个是 x0 的平方，那你乘六没有问题啊，乘三没有问题，相减没有问题，对不对啊，所以这个多项是没有问题的啊，不只是多项是没有问题，就是那个有理函数也没有问题啊，啊，只要那个分母非零，我这个有理函数当然是没有问题啊，是我就将二就好像将二带进去一样啊，那这个分母呢是等于二十，这个分子呢是二的五方是三十二，九十六减二十四，所以是啊。那这个我想这个都这个四者都大家都应该很熟的，所以我这个我不用多说了，然后 x 的 n 方啊 ，x 的 n 方当然就等于 x 零的 n 方，那 x 的 alpha 方。哦 ，alpha 是一个实数，大于零的。当 x 趋向零的时候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应该不难看不难看得见，大概是等于零，啊、哦，这个会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习题，啊、哦、，x 的譬如说二分之一方，它是要。当 h 趋向零的时候，它也是要趋向零，哦，你用 epsilon delta 呢，也是很容易的，
应该不难的，可以给它做出来啊、哦。那这个是一个 exercise 来的。那有了这个以后呢，我就可以考量一个复杂一点的东西。哦，这个，啊、哦，这是一个，事实上是一个有趣的函数，啊、哦，那我可以证明是不难的哈，可能大家都看过了啊、哦。你的 xn 这个是一个用夹积可以做的东西，因为 sin 的 x 分之一，事实上当 x 很接近零的时候呢。x 分之一呢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数，那然后它的 sin 就是震荡的，就负一到一震荡，所以确定什么值我不清楚，可是它一定小于一，大于负一，所以它是哦，它的最大值就是 xn 的绝对值，那相当于就是 x 绝对值的 n 方。哦，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而当 x 趋向零 ，x 绝对值也要趋向零。哦，然后它的 n 方也要趋向零。哦，那这个绝对值趋向零呢？又是今天的一个习题。哦，那我们在上星期三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是我们有做了一个数列的。极限啊，如果 an 有 limit a， 那 an 的绝对值的 limit 应该是等于 a 的绝对值，那这个在函数来说大致上也是对的啊。那无论如何，这个是趋向零，这个也是趋向零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它是无路可逃。我就是说 ，by 这个 squeeze theorem 啊，这个 limit 呢。xn 呢是等于零、哦、squeeze theorem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去证明东西的，不过有很多同学呢在做这个的时候对于这些图呢可能不是那么了解，我这里呢我花一点时间去讲一讲这个图，比如说我现在呢有一个 x 平方啊 ，sin x 分之一。那这个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，它图是怎么样子啊？那我们算这个 limit 呢？如果我了解这个图的话呢，对算这个 limit 呢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哦、啊，这个图应该怎么样 ？x 平方的图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？事实上就是这个证明，这个是负 x 平方，这个东西是一跟负一之间。换句话说，这个 f(x) 这个曲线一定就是这两条曲线中间嘛，不是吗？啊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它是一个积函数，当我的 x 越来越接近零的时候啊，我这里是震荡的越来越紧密的啊，你想一想 x 如果等于 nπ 分之一，你的 sinx 分之一是不是都等于零？nπ 分之一，每一个都是零点，而这个有多少个点？这里有无穷个点，所以这里有无穷个零点在这里，很复杂。可是大的图画就是这个样子嘛，不是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它是活在两条曲线之间，这个就是 squeeze 定理的精神啊。它活在两条曲线之间，然后再来回震荡，而两条曲线趋于同一个点，所以它中间的东西。
可能震荡得很厉害，但是它没路可逃，是不是？那相对于另外一个函数 sin 的 x 分之一，本身这个函数就比这个复杂了。如果我们画的话呢，它最大就是一，最小就是负一，所以按照刚才的理解，我可以预估出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它是从负一到一来回震荡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样子，它也是一个奇函数，它有无穷个零点在中间，这个有没有 limit？ 这个没有 limit。 当它 x 接近零的时候，它就是在负一一哪里来回震荡，它越来越接近一个数吗？哪一个数？没有啊，这个数是这里吗？还是这里？还是这里？都不是啊，都不是。那这里要讲一个没 limit 呢，我们的定理 3.1 又有这个功能啊，这个是大概今天最后我要讲的事情啊，这个是第三个例子 limit sin 的 x 分之一 x 趋向零，所谓的不存在。这个是我要证的，是一个命题来的。怎么看呢？怎么看？我令 x 呢，我选出一个 take 一个 xn， 就是等于刚才所说的 n 派分之一，我的 sin 的 xn 呢，就永远等于零，因为它是等于 sin 的 n 派。永远等于零。我如果让另外一个 sequence yn 它是 2n 加二分之一派的导数，我的 sin 的 yn 这个当然是我的意思是说 xn 是趋向零， yn 也是趋向零，我的 sin 的 yn 呢就会是等于 sin 的2n 加二分之一派，永远都是一。那这个会有 limit 吗？这个不可能，因为如果它有 limit 等于某一个 l， 它任何的一个 sequence 趋向零，它的函数值就要趋向这个 l。 可是现在呢，你一阵子就趋向零，一阵子就趋向一啊，这个 subsequence 当然这个 subsequence 我是选择是一阵子去，就是选这个系列跟这个系列啊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所以你这个 L 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嘛啊，那就表示说这个 limit 呢就是不存在啊。这个是利用，那你看这个是很好很方便的啊。如果你直接要去做这个 sin x 分之一等于 L 的话，是很痛苦一回事来的啊。那现在呢用这个sequence 的看法的话呢，这个是 3.1， 我说 sin 的 x 分之一呢，这个 limit does not exist， 啊，那我就证明完毕了啊。我找到两个 subsequence， 它们趋向不同的两个 sequence 啊，它们趋向不同的，它们都趋向零，但是函数值就趋向不同的极限，所以它不可能有 limit 啊，因为这个是违背了我们的 3.1 的那个命题。如果它有 limit， 它就一定要同样一个数，是这样子啊。今天呢，我大概就是讲到这里，好了，今天就来到这里。